直接上下都 OK 咯，但系留翻个漏斗俾水天好啲，我觉得又你做咩啊？发生咩事啊？喂，你揿错掣定点啊？冇，你系咪揿咗邀请者已中断，你自己关机？我顶！开场嗰个人话佢自己关机，可能轻咗啊！哎呀，好惨啊！被偷猪了，风来。阿慧一阵同你打，打埋呢场，一阵同你打咗有意外哦，咩框唔知喎、啊？呢、這个 account 俾我嗰阵时，佢已经即系我已经见到有呢个框拣啦，所以我系唔知咩。我点解144？哦 ，OK OK。我开埋宝箱咁有钱嘅，而家啲人哇，系咪咁易卡啊？呢下个个卡到嘅，点解？我觉得好难卡喎、啊、呢下，佢哋好有自信嘅、啊、卡得，点解嘅？点样做到嘅、啊、呢下系？唉、哎，杀唔到，杀唔到。不夠力啊！哇！但系呢度得光神系夠力一下殺小怪，你要谂下都系。哇！哇！两弯八爆，哇！其实呢关几虾人打嘅，即系如果你唔够重咧。你真系杀唔到小怪喎，佢焗你一弯内要杀小怪喎，喂上下会撞到减伤喎，减速喎，打环会唔会好啲啊？但打环我觉得你又唔够力杀咯，其实打环我觉得你呢只嘢凤内应该唔够力噶嘛，喂佢够速喎，但系佢唔够力，但系佢够速。喂又点又发咩事啊？喂，我正想显示俾人睇，点解我要 ban 佢啊？跟啲人又话乱 ban 人啊，大佬，咁佢突然佢就咁打句食屎啦你，咁呢啲唔 ban 佢 ban 边个啫，系咪先？咁佢都摆明系做呢个想求死啊，系咪先？你黐线，你留言我就要管你，咁我唔实，咁我咪好忙，咁我直播咪好忙。我搞你。我有好多年冇试过唔够大收石，我同你讲，我只会唔够收神玉嘅啫。Thank you， 你唔好扮晒睇怪蛋啦，你都唔会打怪蛋噶啦，收皮啦，系咯，收皮啦 ，Thank you。光神一定 MVP 噶啦，唔使讲，呢个真系唔使讲，太大力啦喂。你系小六瓜叉屎咩？系咪识瓜叉屎？我话先系博士 master 教授啊！喂，你唔好成日唔喐啊！你一唔喐我就觉得系咪断线好惊啊，大佬！你唔好唔喐啊！哇，唔得，红来嘅力水系差啲，不过佢又识埋都系咧！哇，好狠巧！嗱，呢关个友情技其实呢关个友情技诶，点讲啊？我打小怪都还好，但打王是冇力嘅，友情嘅基本上。盼当杀咗嚟，哇！咁呢啲摆明系想自杀嘅咧，亦都系。即系一个 YouTuber 要 cheap 到去人哋嗰个台度叫人哋去睇，叫第二啲人去睇，咁样卖广告，梗系扑得嘟街啦，系咪先？咁 cheap 嘅咩？而家啲人要。即系你咁样，你都影衰你自己个教主啦，要 cheap 到咁，黑观众啊！喂，有人黑观众啊！喂，有人黑观众啊！黑衣啊！喂，冇状元啊！周星驰啊，苏黑衣啊！喂，系咯，就系咁咯。我话唔好讲，唔好理呢啲嘢住先。我哋认真喺我断线之前，可唔可以俾我过一次啊？喂，好多阻滞啊！今日打呢关，好多阻滞，因为关机断线，跟住就唔知乜鬼嘅。我系想顺利过一次都得唔得啊？
哇！多谢呢位师傅，多谢呢位师傅。因为比例是对呢个创作者嘅智慧，因为嗰只狗系咪就系白爆啦？我想问一下，嗰只狗两弯，喂你呢弯杀唔到啊 P K 嘅你，冇所谓，全归冇所谓啊，全归爷都冇所谓嘅，我话冇乜所谓嘅，其实讲真。虽然我话俾大家提嗰个名啫，但系如果嗰啲内容系废话咧，你都系要死嘅。同你讲，俾你提嗰个名唔代表可以俾你喺度讲埋晒啲废话嘅，系啦。点样用到黑人问号俾钱啦？赞助者可以用到黑人问号，系咪好想用呢？每个月25蚊，即系助养呢个 tick 呢就有嘅，但系有得用，系啦。每个月俾25蚊就可以用到 icon 啦 ，thank you。你货金货咁多，你唔好同我讲25蚊你都冇啊！你将你抽唔到精德嗰啲钱俾我咪得咯。系啦，但我哋赞助者都系未够啊，太少赞助者啦。啱啱净系俾咗10蚊，10蚊唔够啊！我同你讲，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未够噶。科霸少年，你自己冇科收皮啦 ，Eva。科完之后系有个自护嘅徽章喺你隔篱。咩叫用未打出嚟未血？我真系睇唔明。我睇唔明你一物，系啦，十分伤。我话体状最高耶， yeah。 不过凤凰都地雷爆啦。赞助非洲啊！其实真系呢排个抽蛋真系几非洲，好老实讲。喂，欢迎轩轩，系啦，又有一位识得欣赏呢个好 YouTuber 嘅朋友啦。我神威唔使多，神威你有两只都够啦。呢度呢下冇乜嘢可以做到啊，真系。睇咗你好耐 ，thank you， 多谢你。如果你一个女仔同我讲呢句嘢就好啦，我留意咗你好耐，系啦咁啊好啦，如果系条女就好啦，系啦，今日有靓女 PM 我 Facebook 话支持我，好开心啊，系啦，今日有个靓女，有靓女 PM 我 Facebook 话支持咗我好耐，但系好可惜，佢里面提到一句，我同我男朋友都好中意睇你噶，即刻冇晒人，系啦，好冇人即刻。咩人都冇晒，即刻完全冇晒歪念啊！即系完全冇晒邪念啊！即刻，你同你女朋友有睇，咁唔关我事。你同你个妹有睇就话啫，你可以介绍个妹俾我嘛？系啊，已经系啦。咁我好礼，我即刻冇晒，好礼貌咁讲声多谢支持你，多谢支持。系啊。如果佢系我同我阿哥都好中意睇你咧，咁就 O、OK、K。我中意妹，我系中意妹控，我唔系我自己，我唔系妹控，即系我比较中意妹妹多啲嘅，系啊，我比较中意妹妹咯。地雷唔算痛啊！啱啱我舐咗一下地雷系唔算痛嘅，但我唔知系错觉定点咯。啱啱有一场咧，我系个地雷爆咗，但系我唔觉得好痛咯。我点解我咁耐都未有喐嘅喂？我讲咗咁耐嘢，但系点解我都未喺喐嘅？18以下我得我即系讲真，我今时今日咁嘅年纪，我同个十几岁靓妹拍拖，即系佢觉得冇所谓，你都唔好意思啦，行出街即系。咦，你个女啊？阿李生拖个女出街啊？哎呀，顶 shit song！ 我只猫都17岁啦，讲紧我只阿 B 都17岁啦。即系你条女仲细过你屋企只猫喎，你谂下系咩情况啊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女朋友仲细过你屋企只猫，喂，讲唔通啫，系咪识讲唔通啊？咩胖虎个妹大个咗，拍嗰个广告好靓，去搵呢个嗰个叫咩掘咩掘掘掘嗰个叫咩死人唔记得 ，A K B 嗰个咧。即系日本咪揾咗嗰啲明星拍呢、這个扮叮当嗰啲角色嘅，拍嗰个车嘅广告。佢揾咗嗰个叫咩？
边个扮胖虎妹我唔记得咗，点 shit？ 系系啊，前田敦子啊，系啊。喂，如果你有前田敦子，我唔介意喎、啊。我系咯、啊，如果你大个好似前田敦子咁索咧 ，OK， 我 OK 啊。依我谂下点弹先。不过而家前田敦子唔知去咗边咯，我其实几中意阿敦子。到底喂断我 feel 到就系断线嘅咯，死啦，好惊喎！笑而不语，呢、這个真系笑而不语。其实如果你话 AKB 咧，我就冇睇嘅本身。但系如果你话历代咁多个，最中意边个呢？我系比较中意优叔嘅，我系中意大岛优子嘅，系啦。大岛优子就唔系好靓，但系佢性格，即系佢啲性格啊，同埋佢嗰啲剧都 OK 嘅。我系比较中意大岛优子嘅。但系阿优叔啊嘛，我哋叫优子做优叔。OK， 一只。板野友美系虎牙妹啊嘛，虎牙妹，但系唔系因为大岛优子咧，佢拍好多日剧啦，同埋佢嘅性格，即系你有时睇啲 AKB 嗰啲综艺节目咧，通常都系嗰啲队员投诉话俾大岛优子性骚扰噶嘛。因为大岛优子系唔系成日唔着衫嘅嘛，喺个化妆间嗰度打大赤啦，跟住成日唔知成日摸嗰个大胸嗰个位，减速个契弟。喂，唔系，就一个叫，就一个 AKB 嗰个叫咩名字？死啦，好出名嗰个咧，你up 啲 AKB 个名字出嚟，我就记得噶啦。系得啦，我管你啦，好烦，我已经唔想理你，唔系道边麻友。唔系我嗰个年代 AKB 出名系得几个啫嘛，麻友唔，我应该唔系道边麻友，如果我冇记错。都唔系小岛。系咪前田有几嗰、那个咩话死啦？唔系嗰咩有几喂？不睇唔系喎，最受欢迎嗰三个，即系每年系头排头三嗰几个啊！喂，可唔可以前翻前？你哋讲嗰啲太新，我完全唔知边个嘅。可唔可以讲翻啲神探伽利略嗰个系边个啊？死啦！神探伽利略二嗰阵时咪有条女做嗰个警花妹嘅，系拍木游记啊，系拍木游记我都 OK。点解拍木游记你咁耐先讲得出嚟？系咪而家呢个年代系佢收咗皮噶啦？已经我嗰年代最红系拍木噶嘛，系啊，拍木游记系我个年代 AKB 里面最红噶嘛，佢排第一噶嘛，通常佢15年首月，系所以我话而家呢个年代唔兴，而家呢个年代嘅 AKB 我已经唔会睇噶啦。好留意啦，已经喊出嚟，喊出嚟！老嘢识啲嘢系唔同收皮啦，你即系两年前啱啱入怪诞嘅时候，你都话后生，而家你都系老嘢啦 ，B B G， 你咪一个老西河，以为自己好后生啊？而家系紫原莉乃，系啊，你大岛优子啊，发木由纪啊，啲道边麻友走晒啊，冇睇啊就系。前田敦子，系啊，而家有啲咩泰国 AKB 啊嘛，哇靓喎，哇好劲啊，喂快啲啊，唔好断线住啊，喂嗱嗱声过咗去啦，耶，哇真系好易打喎，认真，会唔会太易打？哇，但系呢关冇回复墙啫咩？我即系入去开个号令俾佢叹下先啦，唔好讲笑啦。即刻送翻个号，即系趁佢未开嗰啲减速场咧，嗱嗱声送个号令俾佢先啦。唔好讲咁多啦，真系，哇哇哇咁乸多小怪啊，顶你啊！我应该点做喺度？呢个系环，呢、這个唔会系水平环啊嘛？哎呀，好差！好差，但都 OK 嘅，都 OK 嘅，OK 嘅，唔算差嘅，还可以的。
喂，多谢新嘅赞助者，唔识读咩 damage。哇，回咁乸多嘅喂，而且下年直播总选举 feel 到要团线，唔好啊嗱，唔好啊，冇团线，喂杀唔到啊，咩意思啊咁样啊？咁系咩意思？减攻啊？呀，哇，佢会唔会太犀利啊 ？PK 喺前，唔系，喂，唔系咁都有得输啊嘛？我惊，我有啲惊开始。开始有啲恐惧嘅感觉咯，而家，哇有墙喎，唔得上下唔得嘅喂，你得喎靓喎，喂咁都杀唔到啊！我头先个号令咪清，我头先个号令清咗两只怪，算系咁啦，唔使啦，而家我觉得我哋今场输嘅几率好高，哇失心。我想问一下左边嗰个小怪使唔使清噶？有冇人可以答到我？左边嗰个小怪使唔使清噶？快啲，53秒，快快快！左边嗰个小怪使唔使清噶？喂，冇弱点，要得掂到减攻，但系依家黄晕咗，系唔打人。清咗冇烦恼，但只黄毒湾大技好似都唔系好对路喎。哇！但佢呢下好似唔系想清怪 ，OK。喂，但系呢个光神，因为佢冇弱点嘅关系咧，其实光神嗰个大都唔系太过，会唔会冇乜伤害啊？呀，哎 ，OK 喎。哇，咁样够唔够时间杀到 PK 啦？我乱打算唔算睇撞啊？喂，唔系喎，都 OK 喎，要3万就够啦，系嘛？180、200万，你冇理由会少个八旗啊！打得，我小心嗰个减速。哇！你唔好玩啲咁嘅高难度动作咧。耶！喂，搞掂，喂，唔好断啦，快，唔好断住，死啦！我话压屎啦，你压屎啦，咁易咩？超绝你啊咋？好啦，我真系呢个呢、這个真系完全冇难，我话呢个系冇难度，好认真。我觉得台版出嘅时候真系，我有初见过啦，耶！多谢呢位网友无私嘅贡献，佢因为开咗箱咧，我有呢个油带啦。好啦，我哋系罪人油带，俾大家睇下佢性能啦，好嘛？喂，多谢呢位网友啊，呢位曹星如巴打，呢位曹乜？呢位我费事讲佢名出嚟啦。但你其实你日版你加好友都冇用，我日版嘅账号系废嘅，同你讲，你加好友都冇意思。等下先，我想睇下佢有咩性能。我话多谢你先，我打个留言多谢先，多谢你先，巴达。咩你事啊？阿乜春啊？你阿乜春啊？唉，好烦啊！行开啦。喂，佢嗰个咪扫雷 M， 跟住系唔记得咗。喂，第二嗰个系咩嚟噶？状态异常回复神 Q 啦，系咪反传啊？如果冇记错，好似系反传，反风唔系啊 ？Anti view， 哇！呢个好微妙喎、啊，反风嘅话咧，反风嘅话，又系要等怪蛋出新关，即系出俾佢先得喎，因为反风而家真系。系嘛？大家知啦，唔使讲啦。苏雷 M， 嗯，天速枫叶 ，OK， 得天速枫叶。
下一强二啦，系咯，呢个我觉得四个被动咧，即系你就算唔打得，你都睇得嘅四个被动，即系睇落去好似好劲噶嘛，四个被动，大佬你估流啊？嗱，佢嗰个绝招系咩？同大家讲下，廿四回合咧。就是、即系简单啲嚟讲，你当系落杰嗰个绝招，每撞一下佢就会落一下雷，系啦，每撞一即系呢只嘢每撞到一下敌人咧就会落一下雷，嗰、那个雷系 random 嘅，系啦，其实冇乜特别嘅，我睇过。咁啊绝友情记就系呢、這个L 嘅甜甜圈啦，咁啊真系冇乜嘢好讲，系啦，冇乜嘢好讲。咁啊三围都叫正常啦，都有呢、這个。24,000左右啦，攻击力最埋能就差接近30,000啦，20,000尾啦，你当哇速度都几高喎、啊、呢只系平衡型，但系速度有380喎，差唔多都几高，系啊。咁啊，其实完啦，我都唔想继续打，冇意思，再打落去都冇意思噶啦，系咪先？再打落去都冇意思噶啦。